请这位非常棒的歌手呢出来表演，也就是我们的年度人气奖的得主林宥嘉。他一出道就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可还有肯定，我相信他的前途呢是无可限量的。真的，因为呢林宥嘉其实他有这个迷幻王子的称号，然后呢出道以来人气是不断的在飙升，所以相信呢在接下来日子当中呢 Yoga 呢一定呢会交出更多的好作品来回馈所有支持他的歌迷朋友们的。这个时候呢就要请出 Yoga 为我们带来国乐。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一个专业奖项。